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博月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冰雪起源》。挪威虽然只是一个人口仅有500万的国家，但是他们却是冬奥会赛场当仁不让的王者。至今为止，已经斩获了368枚奖牌的挪威，在冬奥历史上的奖牌榜上遥遥领先。很多人认为挪威在部分项目上拥有天然优势，因为包括北欧两项、跳台滑雪等多个冬季运动项目都起源于这个北欧国家。即便如此，挪威运动员在世界上最大的冬季运动赛场依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关注我们，带你了解更多的冰雪知识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到来吧。